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HSK 五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，共四十五题，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。 第一到二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这位是新招的刘秘书，过来办理入职手续。好的，他的材料给我一下。刘秘书是来做什么的？ 二，妈，做海鲜汤要放辣椒吗？不用，辣椒会破坏海鲜的鲜味儿，倒点酱油就可以了。女的为什么不让放辣椒？ 三，王教授的课太有趣了，怪不得这么受欢迎。他既有学问，说话又幽默，上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。男的觉得王教授怎么样？ 四，最近牙疼的厉害，我明天得去趟医院。那你得早点去挂号，不然就挂不上了。男的怎么了？五。 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，是什么歌？《爱的勇气》是电视剧《离婚律师》的主题曲。女的觉得那个手机铃声怎么样？ 六，我还是没理解这个游戏的规则，到底要怎么玩啊？你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找出两幅图的不同之处，找的越多越好。他们在谈什么？ 七，这本日历在哪儿买的？不是买的，是我们公司的合作商送的。那本日历是谁送的？八、啊，抱歉，女士。 前两排是嘉宾席，我给您换个座位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没注意。女的怎么了？九。 晚上一起去酒吧看球吧，今天是总决赛。你去吧，我连续加了好几天班，太累了。男的为什么不去看球赛？ 十，这儿的风景真美，咱们照张相吧。好呀，等人都到了，我们来一张合影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一。 喂，我家的网络信号一直不稳定，你们能过来检查一下吗？好的，您说一下地址，我们马上派维修人员过去。女的为什么打电话？ 十二，这真的是小学数学题吗？我怎么不会做？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复杂，你换个角度思考一下。女的建议男的怎么做？ 十三，13, 我的耳环掉地上了，快过来帮我找找，我找半天了都找不到，会不会在床底呀？你把手电筒递给我。男的怀疑耳环在哪儿？ 十四，既然儿子对武术感兴趣，我们可以给他报个武术学校。他年纪太小了，我舍不得让他吃苦。女的为什么不想让儿子学武术？ 十五，这座城市的老建筑保存的真完整。是啊，经常有剧组来这里拍古装戏呢。关于那座城市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六，小张还在试用期吗？对，不过因为他表现出色，领导很看好他，所以决定让他提前转正。小张工作怎么样？ 十七，刚才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，真吓人。这儿夏天就是这样，不过雷阵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一会儿就停了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八，你觉得模特儿身上这件衣服怎么样？挺时尚的，不过太休闲了，不太适合平常上班穿。女的觉得那件衣服怎么样？ 十九，这包零食没过期吧？没有，生产日期写的是上个月，有半年的保质期呢。难的是什么意思？ 二十，你昨天发给我的纪录片是关于什么的？是讲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节日的，很有特色，还获过大奖呢。关于那部纪录片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第二部分，第二十一到四十五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这个动作可以训练你的平衡力，可对我来说太难了。平时多练练，这是现代舞入门的基本动作，你必须掌握。好的，教练。 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二，我的航班被临时取消了。为什么？说是黑龙江下大雪，飞机无法降落。 怎么办？我还要赶着回家参加姐姐的婚礼呢。要不你把机票退了，改坐火车吧。男的为什么着急回家？ 二十三，你有没有看了不起的挑战？没有，我最近忙着考研呢。那是部电影吗？不是个娱乐节目，主要内容是让明星嘉宾去体验普通人的工作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等考完试，我也看看。他们在聊什么？ 二十四，你怎么一直打喷嚏？是不是感冒了？不是，我对花粉有点过敏。那你看大夫了吗？没有，我每年春天都会这样，过些日子就好了。女的怎么了？ 二十五，先生，您想选哪种家具？实木的还是金属的？这两种有什么区别？实木家具更结实，金属家具现代感更强。这样啊，你能带我看看实木的吗？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？ 二十六，公司附近的房租真高，光中介费就得两千多。对啊，这儿毕竟是市中心。不过你可以直接找房东租，这样省钱。那我去哪儿找租房信息呢？有专门的网站，一会儿我把网址发给你。女的要给男的发什么？ 二十七，小李，对方公司说没有收到传真，不会吧？我这里明明显示发送成功了呀！你赶紧打电话跟他们确认一下，不行就再发一遍。好的，我马上联系。男的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做？ 二十八，周老师，您找我？你这篇论文写的不错，逻辑清楚，观点也挺新的。谢谢您，那我可以联系杂志社发表吗？可以，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帮你推荐。女的认为那篇论文怎么样？ 二十九，我的手机刚才掉到水池子里了。啊，你别急着开机，先用吹风机把它吹干。它不会就这么坏了吧？这可是我刚买的呀。等吹干了再看看，可能没事。那个手机怎么了？ 三十。据说你们山西的醋很有名。嗯，醋是我们的特产之一。是比其他地方的醋更酸吗？不是这么简单。下次我给你带一瓶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女的打算下次给男的带什么？ 第三十一到三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一家咖啡店生意越来越冷清，有顾客反映咖啡的味道太淡了，老板觉得很委屈。同样价格的咖啡，他们店所用的材料并不比其他咖啡店少。老板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原来问题出在咖啡杯上。 他们店里一直用的是黄色的杯子，由于色彩搭配的关系，用这种杯子装咖啡后，咖啡看上去颜色很淡，因此顾客会觉得咖啡浓度不够。后来，这家咖啡店改用了红色的杯子，尽管咖啡的浓度还是和原来一样，但顾客却明显增加了。三十一。 咖啡店为什么生意很冷清？三十二，老板最后采取了什么措施？ 第三十三到三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徐霞客是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。有一次，徐霞客去黄山考察，遇到了大雪，当地人提醒他，山上积雪太厚，人根本没办法爬上去。徐霞客不信，决定亲自试一试。虽然一路上困难重重。 但他最终爬到了山顶。当他下山后，当地人非常吃惊地问他：“您是怎么爬上去的？”徐霞客回答：“我是一步一个脚印爬上去的。”当地人更加疑惑地问道：“大家不是都说山上的积雪很深，路被堵住了吗？”徐霞客说：“你们只愿意相信听到的，而我。” 更愿意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。三十三，当地人为什么反对徐霞客上山？三十四。 看到徐霞客下山后，当地人有什么反应？三十五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 第三十六到三十八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有研究发现，关于真理、公平、善良等哲学话题的讨论，能够促进学生数学和读写能力的提升。这项名为“儿童哲学教育”的研究，以当地三千多名小学生为研究对象，研究者定期组织他们开展关于公平等话题的讨论。 结果发现，一年以后，这些学生在数学和读写能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参与了这项研究的教师指出，讨论哲学话题不仅改善了课堂教学行为，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、耐心以及自尊心等重要的人格品质。三十六。 那项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哪类人？三十七，研究进行一年后，研究对象有什么变化？ 三十八，参与研究的教师如何看待哲学话题讨论？第三十九到四十一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据调查。 超过半数的上班族通常在自己的工位上单独吃午餐，社会学家称之为“工位餐”。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，当一个人在进行某种活动时，假如有他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，这个人的行为效率就会提高，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促进。因此，如果是和别人一起吃饭， 人们的平均食量就会增加，但如果人们是在自己的工位上单独用餐，就会吃得少，而饭后却会吃更多的零食，这非常不利于健康。因此，为了健康，最好还是离开工位和同事们一起用餐，顺便还可以拉近一下同事间的感情。三十九。 关于社会促进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四十，人们单独用餐会怎么样？ 四十一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第四十二到四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 上课前，老师让同学们每人拿出一张纸，写上自己的座位号，然后揉成纸团，在自己的座位上投向讲台上的废纸篓。投进去的同学就能获得奖励。很明显，这对前排的同学更有利。游戏开始后，纸团被纷纷抛出，但只有几个扔进了废纸篓。老师打开那几个纸团看了看，说。 后排的同学肯定会感到不公平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由于客观条件不同，人与人之间总会有一些差距。然而，今天的获胜者中就有后排的同学，而且很多坐在前排的同学没有投进去。这说明，拥有位置优势不一定就能成功，而客观条件差一点儿也不一定就会失败。 四十二，关于那个游戏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四十三，老师想通过那个游戏告诉学生什么？ 第四十四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八日，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游戏《愤怒的小鸟》中的红色小鸟为绿色荣誉大使。联合国希望通过这一广受人们喜爱的卡通形象，呼吁公众为应对气候变化积极采取行动，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 节约用水等，并希望人们能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这些经验，让愤怒的小鸟变得快乐起来。四十四，联合国让红色小鸟做绿色荣誉大使的目的是什么？ 四十五，联合国希望人们如何分享经验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